娘。儿啊，你怎么才来呀？一大早上山打猪草，不好打呀，耽搁了，耽搁了。上北坡啊，北坡的草又密又好。哎呦，娘在那儿打了50年呢。哎呀，你说娘咋就没把这事儿跟你交代交代呀？儿啊，露水大，打草的时候啊，光着脚去，别穿鞋，鞋踩了露水就湿，湿了容易烂，做一双鞋也不省事儿啊。哎，知道了，娘。吃饭吧，娘。哎。把家里下蛋的老母鸡给杀了，今天啊，给您清炖了一盘儿。那一半留着给你老公烧。冬梅啊，你说硕老爷能来救奶奶，怎么过了2天了还不见人影啊？娘，咋这么好吃的吃食还堵不上您老的嘴啊？您就踏踏实实在这待着吧，您现在是阴世之人，现在爬出去那不成了祸害人的木虎了吗？要是让族里人知道，非得把您烧成灰儿啊。我一把屎一把尿养了你们4代人呐。看看又说这些，要不是念您老的好啊，能给您这么好的吃食啊。娘，别哭了。吃完了吗？吃完了。快把碗递过来啊！儿啊，这碗有个缝，找个锔碗的锔一锔，省得它断了。哎，奶奶，你的眼睛还那么好。奶奶眼睛好，耳朵也不聋，可为什么把奶奶埋在这活棺材里呢？哎呀，这里面更黑了！不，娘，你可不能推啊！要是推掉一块，按规矩就得给您都封上，明天的烧鸡块您都没得吃了。不推了，娘不推了。儿啊，明天的红烧鸡块里别放那么多盐，娘口渴得很。我们走了，娘。还看什么呀？走吧。冬梅，你不是在骗奶奶吧？那硕王爷怎么还不来呀？高龄来看我了，我还有好几十年的阳寿呢。是我，冬梅。冬梅，哎呀，是硕王爷来救奶奶了吗？啊，奶奶，是我想你了，来看你来了。哎呀，这孩子，女孩子，你一个人怎么能走坟地呢？这坟地阴气重，妖怪多，扑了你怎么办呢？快回家去，快走吧啊！莫让娘老子惦着你，快走吧。我来救你来了。你这么个小人儿，你怎么能救得了奶奶呢？奶奶，你不能再待在这儿了。奶奶不待在这儿，能待在哪儿啊？奶奶，我带你去找硕王爷。硕王爷在哪儿啊？奶奶知道你心疼奶奶，想奶奶，你便瞎话安慰奶奶呢，是吧？奶奶，真的。真的见到硕王爷了，他有那样样拿来救您呢。咱乡老婆子不惦记这样的好事了，奶奶不做那个白日梦了。奶奶不知道还能活几天，喘几口气，也说不定明天的红烧肉还吃得上吃不上了。奶奶，我今天一定要把你救出去，
在你这找寿王爷。不要推，你要推了，他们会把奶奶封死在这里面的。我不管，我今天要把这事儿做下了。冬梅，奶奶，冬梅，把手给我，奶奶，快！哎呦，奶奶，杨氏真好。奶奶，快跟我走。去哪儿啊？去哪儿？咱们去找寿王爷，带着你出去要饭，也比在这儿活埋强。好，奶奶听孙女儿的，奶奶有劲儿了，奶奶吃鸡肉了，有劲儿了。好。啊！哎呦，这可怎么办？包组长，包组长，怎么了？诈尸了？倒不是诈尸了，而是出木虎了。啊！出木虎了？啊！快通知所有的精干，带着家伙撒网抓木虎。哎，是。二爷，你看，前面连吼带叫的，肯定出什么事了。走，赶去看看，快！你快走吧，你快走，你有力气，你快走吧。奶奶走不动了，奶奶别害了你。奶奶，快走，没事，我们俩一起走，一定能跑出去的。奶奶，站住！站住！王大人，乡亲们，子侄们，我就是多活了几年。我一辈子也没有招惹过你们谁呀，你们为什么用这样的眼神看我？铁蛋儿，你忘了前两天奶奶还给你缝褂子呢，你忘了啊？柱儿，你也不认奶奶了啊？你们都不认得奶奶了吗？别跟木虎大话，小心他把你们的魂给勾走了。你们别过来，别过来，都别搭茬，我阳气肿不怕。老木虎，有话跟我说。她是我奶奶，她不是木虎。我是她奶奶，我不是木虎。都是你个死妮子，你生生耽搁了你奶奶的百日阳寿啊！你看看老太太啊，都变成木虎了吧？儿子，你也说娘是木虎啊？族长，少跟他废话，我一棍子把他抡死得了。木虎有九条命。弄死他，我有办法。拿来，族长，族长，给。奶奶，庄上人都抱点柴火，烧起来挡挡阴气，要不对家里不好。对呀，不然会有灾的。快点，快点，人的魂啊，都走了。是啊。真是我的好儿子啊！呸！冬梅，快往里头扔柴火！看见没有？看见没有？心气上身了吧？不把这只木虎烧死，活人也得跟着遭殃啊！就是，求求乡亲们，千万别烧死我奶奶！你们放了他，我带着我奶奶出去要饭，永远也不回这儿了。你就是胡说八道啊！他要是缓过劲儿来，先吃了你。他不会，他还是个活人。哎呦，再胡说，连你一块都烤了。